臭头仔都唔是人哦，讲几句啊，有啥要紧？元璋，咱卖插伊。伫这个陈家有外公甲大娘啊，你做主，一定有你立足的所在。多谢大娘啊！啊，恁寺庙即马考好无？我唔知呀。恁母仔敢拢无带做伙？无啊！自我出世，我也冇看到阮老爸，甲看到阮老母。等到我捌代志，就伫咧奉教寺做小和尚啊。祖籍啊，祖籍，恁爸仔仔的命运也是同款这么坎坷。大娘啊，我唔知影问你一句话未？阮老爸伊遐少年就死啊，伊是毋是会去用害死咧？毋是，绝对毋是。元璋，你千万唔当去误会着恁外公。外公会将恁阿爹娶到当来陈家的目的，也就是要将你甲恁阿娘娶到当来端院。当然，这一切拢是迄个地理师所出的好主意。又果是地理师，哼，地理师去学车教，应该是。恁阿爹自从到当来陈家了后，伊即是表示抗议，一个破病都救袂活了。阮阿爹安尼做事还足戆的。元璋，行，我带你来去你阿爹的墓头前吊拜，尽速甲伊讲个清楚。到时阵，你就知影讲大娘甲你讲的话，拢总完全属实的。好。阿娘，阿娘，嗯，哪会无看啦？敢讲搁甲元璋伫咧定？阿娘，你奶奶，你奶奶房间有啥物代志无？无啊，我要跟阮奶奶讲几句话啊。等下等下，我嘛有几句话要跟你讲。阿姐阿姐，姐姐姐姐姐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阿娘啊，这种不是讲我爱交话啦，哈、啊。迄恁外公啦，无代无志啦，去娶个咧。爱吃个扁担做个臭头仔囡仔转来，啊！一心哦，佫想要栽培伊啊！我看哦，是白费心机啦。迄个臭头仔若讲哦，有成功的一日啦，迄鸡啦，也有金面狗通挂，啊狗也有四角互人称啦。啊，若我个脚头乌哦，也有酸毛通治啦。无喏，元璋好歹嘛是我的亲兄弟咧，你哪能安尼讲？哎呦，阿娘啊！这件代志不是小可代志，啊！那臭头仔一旦来入咱陈家，那到时你的财产啊，爱一半分伊呢，你敢袂烦恼？烦恼？哼！你未免看我无够大，这一点仔财产是要算什么？我的愿望是要夺天下。这以后再去讲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还佫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恁外公啊，叫别人来甲你臭头仔成亲呐！哎呀，伊若毋是公爸，也毋是公母，哪有要紧？哎，阿亮啊，迄恁娘讲过呢，伊无希望讲哦，朱七这代志啊，伫恁第二代身躯啊，搁定案啦。爹，爹，啊，什么代志？伫我大人哦，突然间来咱家咪，毋知发生什么代志哦。大人，大人嘞，免礼，免礼，免礼。人讲无事闹进到这个三宝殿，今日有一件啊，真重要的代志，所以来是要跟你讲哦。刘大人，啊，有什么代志你就去讲啊？大人嘞，你耳旁边有必要听到，朝廷圣旨来，讲你要做五好这件代志哦。这我是知啦，还是讲？这跟老韩敢有什么关系？当然当然有关系咯，好啊！你做五河吼，这地图内面啊，如果哪有出去动到只，拢爱吃。哦，唔过，哦，但愿话啊，前途好咧。你这件事吼，敢那伫个地图的内面哦。我们这间厝，就说一定都爱拆咯。一定爱拆。啊，你查某人，你含人讲。
关心的，你插什么代志？还是讲李副大人？啊，这唔知有啥物补救的余地无？吼、哦。哦，补救啊！补救是有啦。唔过真麻烦呢。我顶面嘛爱好一个答复啊，啊这下骹手的嘛，嘛是爱甲安排哦好势。哦，所以开真多钱，我才不方便开嘴咧。不不不，是讲李副大人呐、啊，啊你若讲卖去动着我这件事吼，你出去开嘴都不要紧啦。安尼啊，哇、啊，你真好讲，真好讲。李副大人，五百两是唔？无咯，五千两金嘛哦。五千两金啊！元贵啊，爱甲五千两的金啊呢？是啊，这么大的数目，就是将咱陈家所有的产业摕来变卖，嘛是无够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陈老贵啊，你财产剩遐济哈，产房准备一半，总是比服装起来较好啊！是讲，李副大人啊，啊，这敢用过来参详一下？要参详，要参详。我喊你三天哦，拿不来官爷答复者，哼，公事公办，来人，走、啊，对，你是什么人啊？这大的口气，本爷爷陈友谅，恁这番客实在是真大胆，啊，刚来跟阮陈家借钱，我跟你讲哦。你若敢动着阮陈家一块砖啊，一块遐，我都要挨你讲命！啊，哎呦，娘的啦，你唔好去搞这个代志，袂使乱输来啦。放心啦，你想要造反是吧？造反就造反，我这个。你想咧听无？是。免啦。啊。我两个人来去吃醉。阿娘，你回来要真拄好，拄只哦。比如。无咯，阿娘，我
叫你开会，你有听到无？
讲啦。我要来甲阮阿爷探监的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去。多谢你哦。来，门口开啊。啊。阿爷。过来。哎，他进来啊。哦。阿爷，你第一声的。摕物件来啦，你足可怜的吼，伊才有人给你拍无。无啊，我唔是好，我敢若不倒腰啊，娘。不倒腰。人阿公哦，家爹哦，讲你足敖足勇敢的，伊一定会想办法哦，叫你出来，爱叫我摕这物件给你吃，呀，你一定足腰，慢慢来。我倒腰，我要死啊！你腰啊，我冇这呢。哎呀，你慢慢来吃，安尼会去坐着啊，不坐起的。我倒腰，但是我顺的，顺的不倒腰，我袂难跑。派个小件，还做一件，一件。你快讲哦！我搞的。我先来办，抓他啦！是。呀！我搞要没法了。人家来噻，来来。啊！你忙我干啥？来来。哎呀！我搞完了，干啥事？哎，你不怕起来出亏也没哪用去。那徐丽。喂，他答应了，你什么人？我朱元璋啊。姓朱，恐怕是个姓陈的。嗯，啊，你都唔叫，哼，两叫人一样啦，我两叫人一样啦。难道上家主簿来，我请你办下这个手续？啊，上主簿。哼，下家之书啊，收去。太晚了啦，总兵听令，在。速起带人去弹教，出家吃吃。是。要那其中老人插手者，哼，决杀不论。遵命。我是这口，这车好，阿杀你。是是是。用退换，不敢管。
来解围。三公无人干，我干。听伊的指挥，朱元璋敢真实是真命天子。我陈友良以后若是要拍天下事，伊就是我的客气。不要，我袂用去救，我要让伊自生自灭。安尼啊，咱即马拢无其他的亲人。如果元璋兄伊若是有安怎样，敢是敢若剩咱两兄妹啊尔？洪梅讲你无对，元璋较好较歹嘛是我骨肉个兄弟，伊即摆嘛是为着要替我担罪，才落入元兵个手头。何况以后我若是要夺天下个时，无定伊还阁会助我一臂之力。你是咧想啥？你还要回答我？好啦，洪梅，你先去请船，去船头等我，按照计划进行。哦。你先离开这，叫我来应付。这个是爱死你哦。好。哎呀，终于进来！是阮阿兄陈友良，哎呀，伊就是要来救啊，去给元兵给包围，咱走袂去要安怎？伊只黑元兵实在无法无天，哎，见到人就要掠，见到人就要杀，伊也唔惊安尼脚背手软啊。